上面不是有这个？好啊，新姐，都在暗中告诉我，还打算把我当朋友了？脱单？我自己怎么不知道？别装了，你快去官宣了。什么？我昨天什么时候发这张照片啊？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？昨天。死卓元，我再也不要理他了。哟，这不是戴心怡吗？一个人在这喝闷酒，该不会毕业这么多年连个男朋友都没找到吧？谁说我没有男朋友的？你等着，我现在让我男朋友过来接我。哦，我看我给谁打过电话不就知道了。什么？我给卓元打了20个电话，给李牧打了15个。心怡。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昨晚答应了我重新回周市上班，我要接你去上班啊。昨晚的事儿我有话想跟你说，我送你去公司吧，我们慢慢聊。坐我的车。他们两个人昨晚都跟我在一起，那我脖子上这个到底是谁的？冉总，要不然我先和阿木聊聊。那我在公司等你。李牧，昨晚你对不起，昨晚的事是我的。真的是你？昨天晚上我睡着了，你的电话我没有接到，对不起。哦，原来不是啊。我以后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快走吧。既然不是李牧，那一定就是卓依然了。千万不要在公司碰见他，太尴尬了。你在鬼鬼祟祟干嘛呢？啊，冉总，昨晚果然是你，卓依然，你趁人之危。胡说什么？昨晚你喝醉了，你打电话跟我说想回来继续上班，我兴冲冲去找你，却没看到你。我还想问你昨晚人在哪？你少骗我，就是你，我有证据。啊？没有就是，难道真的不是？什么就是我？你是不是几天不见惦记我，所以想回来继续上班？冉总，我还有事，我先忙了。哎，你啊，到底是谁啊？我该不会和一个陌生人？可那个人到底是谁啊？戴心怡在吗？在，来了。戴心怡小姐，这是你男朋友送给你的礼服，他让我带话给你，要你穿这个去同学聚会。还知道我要去参加同学聚会？这个人不会是某个老同学吧？哎，戴心怡来了。戴心怡，你怎么一个人来了？你男朋友呢？他马上就来了。之前还以为你傍上了周氏总裁那棵大树，结果没几天就被赶出周氏了。你根本没有男朋友吧？人丑没人要，就是没人要。别装了，你。